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课的第二段。第二段就描述了这个非常精彩的、震撼人心的这个竞速比赛跌宕起伏的这么一个过程。先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The first of the ships to reach Java after the race had begun was the Thermopylae, but on the Indian Ocean the Catisark took the lead。”你看，你中我赶呐、啊。他说，这两艘船中第一个。 到达印尼爪哇岛的是这个这个，在比赛开始之后是塞姆皮雷号，但是在印度洋之上呢，卡利萨克号夺取了领先的位置。这个，我们先看看这句话语法成分的分析。我们看到 the first of the two ships，这是整个的第一句话里面的呃这个主语了。为什么第一句话呢？这句话全前头 but 连接的两个并列句、啊。 我们知道，but 跟 and 一样是并列连,连词，说明这个句子里边有两个完整句子拼成。那么第一个句子的主语是两艘船里的第一艘，什么是是是是,是什么船呢？后面后置定语是 to reach Java，是到达了爪哇岛的这个船。这个动词不定式 to do 在这儿是当后置定语。至于为什么用动词不定式，咱们一会儿会解释啊。这个 Java 是印度尼西亚的这个爪哇岛一个岛屿那么后面的 After the race had begun。 这明显是一个 after 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就是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后，第一个到爪哇岛的是啊、uh,，the the m o p y l a e 三姆比列号。后面是主语系动词加表语，主系表结构。然后呢，第二句话呢，but 引出第二个完整句子。但是在印度洋上呢，卡迪萨克号夺取了领先位置，夺取了领先位置这个结构，咱们一会儿会说。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呃、uh, t h e first of the ships to reach Java，其实 to reach Java 相当于一个定语从句。 就到达了爪哇岛的呗，是不是相当于 the first of the two ships that reached Java？这个相当于 that reached Java，相当于到达了爪哇岛。那么这个为什么本文中动词不定式没有用这个呃定语从句呢？哎，这涉及到一个小知识。咱们来看一看啊，其实这个知识点在刚才也出现过，咱们今天做个总结，就是 the first，the second，the next，the last，the best，or the only 等等等。 有这些词出现在前面，或者用它来修饰一个名词的时候，后面一般来说我们经常跟不定式做后置定语。就第一个、第二个，什么下一个、最后的、最好的、唯一的，等等等等，我们经常用动词不定式 to do 当做后置定语来用。你看，我们先回顾一下在第二十课中出现的句子，就是九十页的第页十四行，九十页十行。When he landed near Dover, the first person to greet him. Was a local policeman。当他在多佛尔港着陆的时候，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是一个当地的警察。后面这个 to greet him 是后置定语，为什么呢？In person 前面出现 the first，第一个来迎接他的人是当地警察。动词不定式当后置定语，有这个用法，对吧？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五十三课里面，啊、呃，二百四十页第六行到第八行，看一看第五十三课二百四十页第六到第八行。 The Swiss were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public officials like the civil servants, police officers, health inspectors, or tax collectors can make mistakes or act overzealously in the belief that they were serving the public. 这句话很长, to recognize that 在家兵与从举这个结果。 那些这个这个从事公共事务的一些官员，就是像什么公务员啊、什么警察呀、啊、什么健康检查员呐、啊，收税的人员，他可能会犯错误，或者是呃表现的过分热情，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在为老百姓服务。对，the first to recognize，这后面还还是用 to do 当后置定语修饰前面这个 the first。还有，我们再看这个呃另外一个例子：You are the second to ask me that question。 你是第二个向我来问这个问题的人。你看，这个 to do 也是修饰前面这个 the se，呃，这个 the second，第一个、第二个后面都用不定式做定语。啊，再比如说第二十八课里边，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四行，一百三十四页第十四行，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 was selling expensive pens and watches。那么下面一个朝我走过来的人是一个卖昂贵的笔和金表的人。The next man to approach me，这个 to approach me 也是修饰前面的 next man。 这个出现 the next 后面还是不定式在修饰啊，特别好理解啊。咱们再看在第四课里边，人与星系里面》里边第四册的四十五课，四册四十五课，the last creature to compete with man was the mosquito。最后一种能够与人相竞争的生物就是蚊子。它前面出现 the last creature，后面还是 to compete with man，还是后置定语修饰这个 the last creature，还是用 to do，这个好记。 我们再看第四十三课二百页的第十一行末尾到第十二行，二百页的十一行末尾到第十二行。四十三课里边，the pie committee decided that the best way to transport the dish would be by canal. So they insured for the trip. 这个馅饼委员会，哈，他们就做出判断说呢，最佳的运输这个大碟子的方法呢，就是通过运河来运输。因此呢，他们就为了这个旅行呢。 给这个大碟子上了保险了。你看，the best way to transport a dish 还是用 to do 来修饰这个 the best way 出现 the best 还是这么来用啊、嗯。再比如说，我们看第在本科书中刚才这句话，在刚才我们出现过的，就是在一百二十二页的第七到第八行刚刚见过的句子。The only o t h e r s h i p to measure 为什么用 to measure 呢？因为 the o t h e r s h i p 前面有 the only o t h e r s h i p t h e only 修饰后面也是动词不定式来做后置定语。 这是一个常识，咱们记住就好了。本分钟后面接呃加的是 to reach Java，因为前面有 the first。Java 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叫爪哇岛。那么 after the race had begun，在这个呃竞速比赛开始之后，这个 after 当作连词来用。那 after 词性很多，也可以当介词。当介词呢，就把它变成后面加名词呗。After the beginning of the race，同效果是类似的啊，只不过本分钟是连词，这里换成介词，都是时间状语。那么 was。 The Thermopylae 是塞姆皮雷号，这船船只前面还要加定冠词的。但是，but 引出第二个并列句。但是在印度洋上，on the Indian Ocean，江河湖海的前面一般也是加定冠词的，对所以 the Indian Ocean 怎么样？The Kaitzark took the lead，卡蒂萨克号占据了领先的位置。这个里边出现一个重要的一个搭配，叫 the lead。这个 the lead 一般可以表示竞争或者比赛中的领先的地位或者领先的位置。注意。 用的 lead 比赛或竞争中，它的搭配呢，主要有两个是用的最多的。第一个就是本文中的 take the lead。如果说从某人手中可以加 from，什么意思呢？夺取了领先地位。这个时候既可以用 take，也可以用 take over 都行。如果从某人手中可以加 from，同样丧失了领先地位叫 lose lo the lead。如果丧失给了谁，可以加介词 to。刚好一个是 from，一个是 to，特别好记。来、嗯，好，这是。 呃，这样一个搭配。本文中可以改一下。本文中是不是可以说、But、：On the in the ocean, the Cardissark took the lead from the Thermopylae。卡迪斯克号从塞姆皮莱号手中夺取了领先的位置。第一个可以在后面加个 over，加这个副词。第二个可以加上 from the Thermopylae。本文中为什么没有加 from 呢？本文中有语境，知道从他手中嘛，所以再说就废话了。如果要没有这语境的话，可以加上 from。 如果要是说萨姆皮雷号把领先位置丢给了卡迪萨克号呢？那换成刚才那个呗，是不是可以说 b y t on the i n d i a Ocean, the Thermopylae lost the lead to the Cattysark” 就好了吧？把领先位置丧失给了卡蒂萨克号。你看，在后文中就出现了。我们看，在一百二十二页，就本科书中十七行，本科书中第十七行：“Because of this, the Cattysark lost her lead。”因为这件事，卡迪萨克号丧失了。 它的领先位置，只不过前面没有加 the，而加了 her，强调它的领先位置。因为属格和定冠词 the 不能同时出现，her 和 the 矛盾了，所以出现 her 就只好去掉这个 the。如果不强调它的呢，也完全可以说 lost 的 lead 也是正确的，都可以。那么这是领先位置，但是我们表示领先还有一些类似的表达，比如说 be in the lead，这个既不是夺取，也不是丧失，而是处于领先位置，be in the lead 就好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进入领先位置，go 或者 move into the lead。就一开始大家齐头并进，但突然间它更快了，进入领先位置，这也特别好记。那、啊、我们也看一些例子。She was in the lead from start to finish。她从头至尾都处于领先位置，从头至尾是习语，可以记住 from start to finish，从头至尾。啊，还有呢，With a final burst of speed，she went into the lead。 随着最后突然一阵加速，他进入了领先位置，说明原来大家齐头并进，他突然间比别人快了一些。burst 表示一阵发作，突然一阵爆发，那速度的一阵爆发，就突然间的最后的加速，他进入领先位置。go move 一般规则是带进去就好了。这是 the l e 益的领先位置、领先地位几个常见搭配，咱们结合句子把它记住就好了。好，第二句话说。 那看似就没有什么悬念的，那卡利萨克号应该是第一个返航的船呗。It seems certain that she would be the first ship home, but during the race she had a lot of bad luck。这个句子啊，我们还是先看一看它的语法成分，先分析语法结构。一会儿咱们要看句型呢。It seems certain that 这个 it 明显又是一个形式主语，它是个白设，不是真正主语。 真正主语呢是后半 that 引导的黄颜色的句子，这是主语从句了。什么是看似肯定的呢？它就是卡迪萨克号将是第一艘返航的船，这看似是肯定的。主语太长了，后置，在原来主语加形式主语。依然后面出现 but 并列连词引出第二个并列句。During the race，斜体字是一个时间状语，在比赛期间怎么样呢？s h e h a d a lot of bad luck？卡迪萨克号运气不好。 出现了一连串的厄运呵，所以呢，丧失了领先位置。这个里面的句型啊特别重要。看似某事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个中途出了变故。咱们把这句型记住：It looked, it seemed，或者 it appeared certain that，but。这个句型非常实用。当然，如果要是呃一般现在时呢，相应的把 looked, seemed, have appeared 换成 is 嘛：It looks, seems, appears。 加上 s 就好了啊，就看似某事是肯定的，但是却出现了一些变故，用它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结这个句这个句型、这个、也可以换成我们在第二时刻见过的另外一个句型，就看似好像怎么怎么样，但是却怎么样了，还记得吗？哎，这个句型也对，it looked，it seemed 或 appeared as if 或 as though，看似好像怎么样，这固定句型，再加转折但是。 真实情况是什么的对，对这个都可以。这两个句型呢，一般来说可以替换，差不太多啊。咱们造个句子试试看，试试看啊。咱们先说说一个看似肯定啊。当然，我们先看本文中的替换，本文中带进去可以换成 it looked，it seemed，或 it appeared as if or as though she would be the first r h o m home，类似吧？看似好像它是第一艘能够返航的船，但是在比赛期间它有了很多厄运，可以用它， 我们类似来写几个句子 <coughs>，比如说，看似肯定会有一场激动人心的穿越海峡的竞速比赛 race 了，但是莱瑟姆未能起得足够早，结果他呢失败了，还没开始呢就失败了。看似肯定会有，我们带进去，说说看啊，it looked 或者 seemed 或者 appeared certain that 怎么样呢？ There would be an exciting race，穿越海峡的，across the channel。逗号，但是怎么样？But l e t t h e m 未能 failed to get up early enough。哎，我们用这二十五个句型描述当时第二十课先驱飞行员的这个场景，也非常地道。看似肯定会有这个了，但是这个人没起，呃，起的不够早，结果呢，比赛没有发生就好了。或者我们换成看似好像。 看似好像会有一场激动人心的穿越海峡比赛了，但是莱斯姆为什么起得早？咱们稍快点，再过一遍啊。It looked, seemed, appeared, as if, as though there would be an exciting race across channel, but l e t t h e m f a i l to get up early enough。你看这两个句型是类似的，确实含义略有差别，但用的场合是类似的，都可以用啊。看似肯定会怎么样，但是确实却如何？看似好像是怎么样，但是却如何？ 这个句型把它记住，特别实用，特别实用。那么再回到句中，the first trip home，当然这 home 在这儿绝对不是名词了，是一个副词，就到家、回家，想 go home，哎，是个副词啊。但是 but 在比赛期间，she had a lot of bad luck，她有一连串的坏运气。这个 luck，注意表示运气是不可数名词，所以尽管有 a lot of 修饰，但不能用 lucks，不可数名词啊。但是这个 luck 如果没有形容词修饰的话， 一般都是好运气，一般都是好运气啊！我们看一些例子。It was an incredible piece of luck，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运气啊！哎，没有特殊词修饰是好运气，但是一个运气用的是 an incredible piece of luck，可见这个词是不可数名词的啊！咱们再多看几个例子。With a bit of luck，we'll finish on time。要是有一点运气的话，我们就可以。 准时完成了，a bit of luck 一点儿运气，这个运气依然是不可数名词啊。我们再看，often there is an element of luck in getting the right answer。常常我们得到正确答案需要一些运气，那么需要一些运气叫 there is an element of luck。大家还记得吗？有点道理叫 there is an element of truth in，在这是 there is an element of luck，就需要一点运气。 在里边，<laughs> 就得到正确答案呢。有的时候可能有运气成分，有时候也靠蒙啊，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词如果要是指厄运、坏运气呢，那必须要加限定词了，因为它没有形容词修饰时一般都是好事儿啊。坏运气、厄运有好多词修饰，比如说 bad luck 或者 ill luck。这 ill 做定语不是生病的，是糟糕的啊。还有 rotten luck，这个 rotten 读快了就是 rotten，鼻腔爆破，完了就腐烂的派生也是糟糕的。 Tough, tough luck 也是非常倒霉的运气。Tough，呃、哎，什么艰苦的、艰巨的、让人难以接受的，还是运气不好，倒霉事儿。有很多倒霉事儿。那么一连串的厄运，本文中用的是 a lot of bad luck 是可以的，很多厄运是完全正确。有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习语叫 had a run of bad luck，也是表示一有时一连串的厄运。你看，The team has had a run of bad luck lately, losing their last five games。这支球队。 最近有一连串的坏运气，为什么呢？他连续失这个失去了过去的五场比赛都输了，所以呢，have a lot of bad luck 可以，或者是 have a run of bad luck，就跟跑步一样，一连串的厄运气也算对。这个用 bad 就是肯定是不好的运气了。什么坏运气呢？后我们就慢慢来道来。第三句话说：In August, she was struck by a very heavy storm during which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 在八月里，他遭受到了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暴风雨的袭击。在此期间，他的舵被卷走了，这当然很倒霉的事了，对吧？赶上暴风雨了，没办法呀。这个 she was struck 这个动词用的非常传神，因为这个 struck 当然是这个过去分词了。它的字形变化大家可能都知道，原型是 strike，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都是 struck。这个 strike 意思特别多。 咱们在新三册里就出现了很多，咱们先做一复习啊。第一个，我们在第二课中见过，可以表示打点报时。你看十四页的第三到第四行，十四页的第三到第四行，他说：“The big clock which used to strike the hours day and night was damaged many years ago。”这个大钟什么呢？过去日夜不停打点报时的大钟，多年前坏掉了。打点报时就 strike the hours，哎，这是呃 strike 重要用法之一。 那么还可以表示重击砸某人或砸某个东西。在第六课砸橱窗抢劫，咱们见过重重击，从上面重击砸了一下。咱们看例子，在三十四页的十三行到第十四行，三十四页十三到第十四行，One of the f h i e e s was struck by a heavy statue。有一个贼被一重被一尊沉重的雕像重重砸了一下。Be struck by 被什么砸？这也是用 strike 重击或砸，有这个意思。 还有一个固定句型，某人想到了某事。咱们在十三课讲过这个句型，叫做 It strikes somebody that 某人想到某事。这个事情做主语，人做宾语，但这个事情 it 是形式主语，真正主语是后面的主语从句。某人想到了某事，大家还记得吗？十三课见过这么一个句子。这老师在讲过替换时讲过。 It suddenly struck Mrs. Richards that it must be the man from the electricity board who had come to read the meter。理查兹夫人突然间想到，这肯定是来自于电力局来查电表的这个人。你看，某人想到某事，strike somebody that 也是用 strike，但是本文中是另外一个意思，表示不幸的事情突然间发生，并且造成严重的伤害。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 这个表示发生的总结，咱们在第二课十三等于一中也讲过，当时讲过 go on 不是正在发生的事吗？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词表示发生，及物不及物都行。本文中是被发生，这是一个及物动词，用被动是可以的，但是它做不及物也行。咱们复习第二课中讲过的这个句子：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就遭遇到不幸的事儿，对吧？Most people were fast asleep when the earthquake struck. 当地震发生时，大多数人尚在熟睡之中。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第二课讲发生那个 strike，倒霉的事儿突然发生，不还讲过什么与某事同时发生，coincide with，讲过很多发生。哎，这是指是发生，这是不及物，就地震发生了。但是我们本文中做及物动词，倒霉的事情突然发生到某人头上了，这个用及物，本文中被动也行。他遭遇到了一次特大的这个这个呃暴风雨的袭击。 也是遇到了倒霉事儿，但是这个用 strike 这个词表示发生，一般造成严重损害了。这个地震可能砸死很多人。这个暴风雨中呢，这个轮船的舵被卷走了，造成严重损害。好，表示遭遇到了倒霉的事儿，而且特别被困在里边，被困住了。还有一个跟它类似的搭配，但是这个不一定强调造成严重损害了，就是赶上了倒霉事儿，遭遇到了倒霉的事儿，什么暴风雨呀，大暴风雪呀，塞车呀。 叫 be caught in，也是遭遇到了倒霉事儿，但不一定造成严重的损害了，可能就耽误一点时间而已。这叫 be caught in，啊，这个结构用的也特别多，大家可能更熟悉一些。比如说，we were caught in a heavy storm，我们赶上暴风雨了，可能被困在里边了，对吧？或者说没我带伞。一个说 we were caught in the traffic jam，我们赶上塞车了，可能耽误了两三个小时，但我们中间没有人员伤亡，没有严重损害，是这个意思。赶上了倒霉的事儿，特别是被困在里边。 但是这个 strike 这个发生到某人头上，一般造成严重损害了，就跟重击砸了一下一样，对吧？这个意思是，这个穿到一块就好进了啊、嗯。本分钟赶上了一次特大的暴风雨，the very heavy storm。注意，这个暴风雨很大，用的是沉重 heavy 这个词啊。这个暴风雨、暴风雪的天气呢，有好多形容词可以限定它，像特大的暴风雨 heavy storm 可以，或者 severe storm 严重的暴风雨。 或者 violent storm 更像中文“暴力的风雨”，用“暴力的”指责更是暴风雨了，对。还有像 devastating storm 或 disastrous storm 都行，devastating 就摧枯拉朽的破坏一切的，我们可以读一下 devastating，devastating dev 破坏性很强的暴风雨，还有 disastrous，大家可能知道来自于名词 disaster 大灾难，灾难性的暴风雨。 可能死了很多人，毁坏了很多桥梁，记的这个建筑物，对吧，用它，我们再读一下，disastrous，哎，这都是用用来形容暴风雨之大，也越到后面可能语气更强了啊。好，那么 during which 呢，是在暴风雨期间，her rudder was torn away，她的舵被卷走了。那么这个 during which 呢，其实相当于一个这个并列句，就是在暴风雨期间。你看是不是相当这句话？In August she was struck by a very heavy storm。 And during the storm, her rudder was torn away。很多同学可能会这么写，这么写当然更符合中文特征。在暴风雨期间，它的座被卷走了，当然是正确的。但这么写就啰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并列句中后面那、这个 the storm 就是前面一句话末尾的 a very heavy storm。我们说了，如果在上一句话末尾这个东西刚好是后面的句子里面的一个成分，咱们一般就可以把它简化成定语从句了，直接 and 也没有了，直接是 during which 就好了。你看，一二三四。 这个四个字我们变成两个字了，就更简洁一些。但是我们在这儿也得当做并列句翻译。中文不能翻译成定语，你怎么能这么翻译吧？在八月里，他呃遭到了一次严重的，在此期间他的舵舵被卷走了的暴风雨的袭击，这不通顺呢。在八月里，他遭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暴风雨，在此期间他的舵被卷走了，还是当做并列结构翻译。 但是这个 during which 确实使句子变得更简洁一些了，好多好多 during which 我们复习在第九十页的第九到第十行二十课里面。第九十页第九到第十行。A week before he had completed a s u c c e s s o f overland flight during which he covered twenty six miles，呃，一周以前他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陆上飞行，在这次飞行期间，他飞过了二十六英里。 是不是又相当于 and during the flight？但我们用 during which 就好了，前面就是这 flight、啊。我们再回顾以前造句造过那个长征那个句子，还记得吗？咱们大概看回忆一下啊。早在呃一九三零年代，红军就完成了伟大的成功的这个长征，在此期间，他们走过了两万五千里。during which 是不是相当于 and during the Long March？但我们用 during which 就好了，因为前面就是长征嘛，所以这 during which 又是类似于定语从句的定语从句，其实它。 相当于一个呃，这个这个并列句本身是定语从句外壳，但不是定语功能。<laughs> 好，后面还有一个，在此期间怎么样呢？它的舵被卷走了。这个 tear 本来是撕扯的意思，但派生意呢也表示用力把它怎么揪掉了、卷走了等等等等，有这个意思啊。这个时候呢，它跟后面跟的副词非常灵活，它可我们可以用 tear something away、tear something off、tear something up。 咱们总总总之，什么撕扯掉啊，什么什么揪掉啊，卷掉啊，什么拔起呀、啊，这都行。哎，我们看一些例子。The flag was torn away from the pole by the strong wind. flag 是旗子，旗子被这个大风从旗杆上用力给卷走了，就跟用手揪掉一样。这个很形象。哎，本文中的这个舵被卷走了，也是像大浪，像一只手，很狂,狂暴的揪掉。这个非常，这个这个很形象。 这个 pole 就是旗杆的意思啊，指旗杆。好，再看，high wind nearly tore the roof off。这个大风都几乎把这屋顶子吹掉了，这大风好像用手把屋顶能搬走一样。off 是脱离、离开呀、啊，屋顶子快掀掉了。你看，有时加 up 也行。The storm had torn the old tree up by the roots。这个暴风雨把这棵老树怎么样，连根拔起了，就用手把树揪起来一样。 这个动作叫 tear，后面跟的副词灵活来。本、啊、分钟 torn away 就被揪走，被被揪走了，那、这个舵被扯掉了。啊、这个船舵被卷走之后，这个船可就不稳定了。所以你看下一句话说，The Cuddy Sark rolled from side to side and it became impossible to steer her。卡蒂萨克号来回摆动，这个时候再要驾驶这个船已经不可能了。这个 roll 这个词啊，咱们在词汇中讲过。 专门可以表示船只或者是这个飞机在风浪中、气流中摆动摇摆。这个搭配呢，也类似，我们可以用 roll heavily 或者用 roll violently。类似 heavily 表示大幅度的，violently 就剧烈的呗，来回摆动。这个来回我们可以用 from side to side，强调的左右摆动，或者用 to and fro 强调前后摆动，这个都可以啊。咱们看一些例子：The ship was rolling heavily to and fro. 这个轮船在前后大幅度的摆动。The plane rolled violently from side to side in the storm。在暴风雨中，这个飞机在前左左右的剧烈的摇摆，这个都可以。嗯，但是注意一下，本文中这个它用的是 from side to side 这个结构，别自己瞎编啊！看过再写，听过再说，因为这搭配搞不好，同学自己编成什么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 side，或 from one side to another，这个不对啊，from side to side。 前后都用 side，而且不能加冠词。啊，这个搭配类似的有好多。你看，在二十七课中也有，在一百三十页十六行到第十七行。未来会讲二十七课这个重点文章。他说什么呢？His few material possessions make it possible for him to move from place to place with ease。这个指流浪汉了，他的很少的个人财物使得他能够怎么样呢？非常轻松自如的四处游荡，四处到处四下里叫 from place to place。 它不能说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哎、呃，四处到处 from place to place，跟着 from side to side 可以同时记，哎、呃，跟它类似的还有很多，咱们看一些，比如说 read something from cover to cover，叫从头到尾阅读了这个文章，从封皮儿到封底儿都是 cover，from cover to cover，前后一样不加冠词，对吧？再比如说 sell something from door to door，挨家挨户的推销这个东西，从这个门到那个门都是 door，没有冠词，啊、呃，还有呢？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因人而异，从这个人到那个人，它有变化，不一样。From person to person，哎，前后用一个词。还有呢，你像 improve from day to day，日益改善，日益提高，从这天到那天，但前后都用 day，没有冠词。哎，这个表达类似，可以同时把它记住。好，后面说这个时候要驾驶它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了。啊，后面说怎么办呢？只好做这一个临时的，做凑合。A temporary rudder was made on board. From spare planks, and it was fitted with great difficulty。这个一个临时的舵在船上用备用的这个木板被做出来了。这个地方用了这个被动，用被动呢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突出重点，突出这个临时的舵；第二个呢，句子简洁，因为本文中没有必要说是谁做了这个舵，因为是谁并不重要，总之是船员们呗。哎，所以用被动呢，一方面简洁，省去了动作发出者；二来呢，突出重点。 这个 was made on board on board 很简单，咱们多次说过是在船上或者到船上都行。本文中这个 on board 呢，当然是在船上，在船上被制作出来。那到船上的也行啊。咱们看二十八课出现到船上，就是一百三十四页的第二行到第五行，一百三十四页第二行到第五行出现的是，在这个大船停泊之前，before she had anchored，the m a n from the boats had climbed on board。 And the deck was uncovered with 哒哒哒，再说下去啊，在这个大船停泊之前呵呵，来自于小船的人们就爬到了船上。你看这个 umber 是在倒船上嘛，不是在船上爬到了船上，并且甲板上堆满了这很多的商品就好了啊。那本文中的 umber 是在船上，在船上这个制作好了一个临时的舵，用什么呢？From spare planks，这个 plank 就大长木板的意思，什么做甲板呢？做地板呢？长木板，这个 spare。 叫备用的、多余的、备用木板。这个“备用的”这个词用的特别多，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下：spare，spare，sp 备用的。你像我们常说 a spare key，备用钥匙，万一那个钥匙丢了还能进门。哎，a spare battery，一块备用电池；a spare tire，一个备用的轮胎。等等等等。本分钟是备用的木板，用 spare 这个词。 并且怎么样？It was fitted，这个舵被安装怎么样呢？呃，费了牛劲了，费了,了非常大的困难才装上。你想在呃船舵的船底下，有在暴风雨之中，相当困难。但最后终于装上了。这个 do something with difficulty，with difficulty 咱们说过，with 加名词做状语，相当于副词，相当于 difficultly。但本文中看到加强语气呢，with great difficulty 就相当于 very difficultly 就好了。 我们知道 with difficulty 相当 difficulty，那 with great difficulty 呢，就 very difficultly，非常困难的地不就好了吗？这个加强语气的结构咱们很熟悉，为什么？咱们见过呀。回顾在第十一课中五十四页的第十三行，五十四页十三行，The officer went through the case with great care。with care 等于 carefully，with great care 呢，very carefully。这位海关官员非常仔细的检查了这个箱子，还记得吗？ 非常仔细的，这是非常困难的。你看有异曲同工之妙。with 加名词，加强语气呢？With great 加名词就好了，对、嗯、好，然后说 This greatly reduced the speed of the ship, for there was a danger that if she traveled tra too quickly, this rudder would be torn away as well. 咱们先分析语法成分。<noise> 那么前面的逗号之前是句子的主句，这极大了，降低了这个轮船的速度。为什么呢？ for 还是逗号 for 引导一个原因状语从句，因为呢，there was a danger that 因为有这样一种危险，什么危险呢？后 that 从句一直到句末，这个斜体字从 that 开始到句末，明显做 danger 的同位语从句。啊、哎，这危险是什么呢？在同位语从句里面又嵌套了个 if 引导的条件状语从句，画横线的部分，如果它行驶速度太快的话，怎么样？这只舵可能也会被卷走。哎，这个说舵可能也会被卷走，这是在。 呃，同位从句里的主干结构啊。好，下面看看里边一些细节啊。这极大的降低了这个轮船速度，这没什么说的，这个简单。注意后面的句型，哎、啊，某个不好的事可能会发生，叫 there is a danger that 或 there was a danger n e a t 这个句型特别常见，就是某个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你可以全意的翻译成，因为有这样一个危险。 但是我们真正翻译的时候呢，这个“危险”这个词儿，中文可以不一定翻译出来，就是倒霉的事儿可能会发生。本文中是不是可以直接翻译成“因为如果它行驶速度太快的话，那么这只备用舵可能也会被卷走，就不一定说有这样一个风险了，对吧？”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咱们看看在第四十三课里边，第二百页的第二十八行到第二十九行，第二百页的二十八到第二十九行。家说：“There was a danger that。” The w a y would rebound off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nk and send the dish plunging into the water again。这个还是有一种危险，但是危险可以不用翻译出来，对吧？它说是怎么样呢？这个大浪啊，这个浪啊，可能会从这个河岸的另外一边呢反弹回来，并且有可能把这个碟子再次冲进这个这个水中去。去，这个碟子刚挖出来之后放在岸边，可能不稳当，可能会再次掉进去。还是强调，不好的事情可能会发生。 咱们再看几个句子：政治动荡可能会卷土重来。我们这是不好的事儿了。There is a danger that the political disorder of the past will return。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危险，什么危险呢？政治上的动荡，就过去那些政治动荡可能会返回来，<coughs> 再次发生，对吧？这用这样一个结构，但是这个 danger 呢可以不翻译出来啊。我们再看，嗯、呃，下面一句话。<coughs> There is a danger that museums will attempt to entertain rather than educate，就是博物馆呢、啊，有可能呢是怎么样呢？将会试图去取悦于这个访问者，而不是去给他知识，去教育他。哎，这也是一个不愉快的事，不好的事儿，但是这风险存在。我们这个危险这个词就不一定翻译出来了。对，好，咱们类似呢造一个句子。你看，这也是表示一个倒霉事儿会发生。来。 如果 Ramsey 夫人报警，他可能就再也看不到 Rastus 了。那是过去的事儿。咱们是可以说，There was a danger that if m i s s Ramsey went to the police, she w i l l never see Rastus again 那。那存在这样一个危险，但可以不一定翻译出来。对，就如果老太太去报警，她可能就再也看不到她这只猫了。后面这个结构，咱们在第十九课见过。啊，这个结构可以顺便把它记住啊。 就是某个倒霉的事可能会发生，但如果要行驶速度太快呢，这只舵可能也会被卷走。好，下面说了，because of this，the c a d i s a r k lost her lead，因为这个事儿，卡蒂萨克号丧失掉了它领先的地位。丧失领先的地位怎么说了？lose the lead，加属格的话就不能加它了，只好说 lose her lead。丧失给谁呢？如果要补充全的话，可以加 to，对吧？咱们复习。 Because of this, the k a t y s a r k lost her lead，或者 lost the lead to the Thermopylae。他把领先位置丧失给了塞姆皮列号。或者呢，我们倒过来说，因为这个是塞姆皮列号从卡蒂萨号手中夺取了领先位置，怎么说？Take over the lead 呗。over 还能去掉，是不是可以说 Because of this, the Thermopylae took，或者 took over the lead from the k a t y s a r k 哎，这个表达刚刚见过，这么说当然也对，哎，也可以。